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，南部省份棉兰老岛戒严60日。当局在追捕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头目的行动之后，引发了当地的暴力。在英国曼彻斯特音乐会爆炸事件之后，全国加强保安措施。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开启新一轮和谈，八月举行过第一轮会议之后，和谈未有进展，局势持续紧张。美国总统川普和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举行了30分钟的会晤。英国影星罗渣摩亚在瑞士病逝，享年89岁。他在70-80年代在铁金刚系列电影当中以扮演詹士邦这个角色闻名。